我们曾贝艺术馆主要的主题就是《红楼梦》，就画柜也好，酒柜也好，书柜也好，所有呢就是个《红楼梦》里边就整个就是多做钱了，主要目的将来就是我们传承这种红楼这个文化，因为特别现在我们的教育要放在前面，不能就是个。 所有的人毕业以后多去做这个抖音啊，做这样的事情，应该就是个让我们中国好的东西，应该让他们传承，要看到好的东西。那最好我们将来还是要建一个博物馆出来，让更多人就学习参观，是我们最大的就是想法。